今天我们来测试一下 Zoom 的这台 L20 的 Mixer 跟录音座的这个功能。然后，对，我们这次有鼓、吉他、贝斯这样子。然后可以看过来这边是大鼓 in、大鼓 out 在一二轨，然后小鼓上下在三四轨，然后 hi hat、right、overhead 左右，然后四个 tone， 然后吉他跟贝斯。然后现在是我们会录两份起来，一份就是说我现在里面有 SD 卡，就直接把它录起来。另外一个就是从这边的 Master Out 直接录到我们后面这一台，也是 Zoom 的 Q2N， 所以就是直接就把 Audio 就跟影像直接录在一起。然后这次请到了我们吴大。吴嘉玲老师，还有我们的弟弟老师哥，我们一起做这个测试，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一个输出是这样，就是，我们之前有讲过，除了 master 以外呢，这边有六个 output session， 那 A 呢就是送到鼓，我自己做监听，所以我可以在 mixer 上面做。A 组这边做好我要听的 balance， 然后 B 这一组是给吴嘉玲老师听的 balance， 那 C 就是给弟弟的 balance， 所以他没有 auto fade 的功能，可是他会用灯号来显示，这个是 C 的，这个是 B 的，这个是 A 的，哦，所以每一组都不一样的 balance， 他会用灯号来显示出来。然后我们做了一组 master 直接送到 Q2N， 那以下就会是我们的随便谈，对。